原来它怎么会出现那个半边、啊、它出现半边就是皮太窄了，是不 是皮子在这了，对，太窄了，而且它还有这样子、经常出来会这样子好皱好皱的，这个这样子一整边都是一点都不光滑，这个好皱好皱，而且很小、它皮太小了又会出现一半一半的，稍微小一点像你这样拉太紧了，就会出一半一半。哦，拉得太紧，就是会出一半一半。对，就出一半一半。这一下得多少张皮子？一片啊，指定得二百多块。嗯，现在多了，这个出现了一个，你那个有的时候快完的时候、那个时候要是整个掉进去它肯定一疙瘩。哦，就是说尽量不要让它整个掉进去。对，就慢一点。哎呀，一聚在一块儿，肯定，就是那你那个有不面嘛，他肯定能。行，这水饺。这水饺好。水饺好。那个大姐，你那个啥，你得抬一下脸，哎，笑一笑，哎，笑得灿烂一点，哎，我带回去，对，你。